今天我们来看到云林这位妈妈彭瑞菊，她是最好的典范。她不仅靠着自己的力量抚养四个小孩长大，因为舍不得小女儿的同班同学在没有父母照顾之下独立一个人生活，从国小六年级就把这位小女孩带回家一块抚养，直到现在已经大一了。她就是彭瑞菊，扎着卷发，一身朴素，再平凡不过的中年妇女，眼神中却闪耀着不平凡的母爱光芒。说是有四个小孩子，但其实还要再加一，而这个不是自己亲生，而是因为舍不得小女儿的同班同学婷婷，在没有父母的照顾下长大，把她带回家一起抚养，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孩子，这是多一碗，多一个碗，多一双筷子这样子。嘴巴说着就是多副碗筷，但这一养，从国小六年级到现在念大学，其实都快七年了。当作小欠债就好啊。说得轻松，但一个人要抚养五个小孩不容易。彭瑞菊靠着眼前看到的这些自创手工艺品，用四色牌制成的椅子、漆器、花瓶，一个月的收入最多也不过2万块。加上他这喜欢帮助人的个性，家里还收养了好几只流浪狗，经济状况很吃紧。不过幸好孩子们很懂事，自己的孩子还蛮读册，小小年纪就开始赚钱。而收养的女儿婷婷会念书，也很争气，考上国立大学。就很感谢她。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，视如己出，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。但这无私的母爱，我们在彭瑞菊的身上看到了，看到了她把这四家一个孩子每一个都当成自己手心里的宝。中天新闻六人江代景云林采访报道。